会不会觉得自己权益受损？哦，没有，我不觉得是权益受损，是他处理不当或是忘记，我不知道。但是这件事情大家还是要冷淡处理。所以我跟冰冰姐也好，跟杨凡也好，之间大家都是好朋友啊。所以大家焦点不要再放在这两个，这两个都不知道有合约的、啊。要聊一下董哥最近呛那个银行店员的。应该董哥不会，除了是喝了酒啊，应该不是真心去伤害谁哦、啊。 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在民视也22年啦，这合约一直就是这样啊，它会自动续约，有时候不一定要签，它就是自动续约嘛，因为条款都写得很清清楚楚啊，对不对？按照现在大集合跟它是同样的合约，大集合已经在走新合约啦，可是这个就按兵不动，然后呢又请了白冰冰秀来，我不知道他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情。那我的合约本来就是一直在等待他给我。 他给我的消息是说，2月、3月、4月是广告淡季嘛。他说，那我们5月再来开节目，就叫我给他时间的。他既然是淡季，为什么3月会开这个花很多钱的节目？我不知道他的做法是什么，但我也看不太懂为什么突然跟我讲这样。然后就为什么我之前都没讲，是因为要等他是事情成真嘛。因为有时候很多也是为网络谣言、啊，不过他这件事情是真的。这个我们12月就有公文来往啦、啊。 从12月、1月就一直公文来往啊。过年前我就大致上有提醒他啦，就说、啊、你合约到了是要不续约还是续约？我不知道，他也没回个消息给我、啊。可是按照你的合约到期是，合约都会写着前2个月要寄不续约证明嘛。我看他也没有，还一直找我讨论节目，所以我才会介绍詹仁雄，介绍小梁啊，他们送案子嘛，还有欧弟这些啊。过去我们谈合约，律师早就6、7年前就有一直来往了。 之前的合约也是要透过律师啊，这律师跟律师已经不是现在熟了，已经10几年前就熟了。我跟民视这么多年，就是靠签这个合约都靠律师在走，只是他们律师一直在换人了。那会不会觉得自己权益受损？哦，没有，我不觉得是权益受损，是他处理不当或是忘记，我不知道。但是这件事情大家还是要冷淡处理。所以我跟冰冰姐也好，跟杨凡也好，之间大家都是好朋友啊。 所以大家焦点不要再放在这两个，这两个都不知道有合约的、啊。要聊一下董哥最近呛那个银行店员的。应该董哥不会，除了是喝了酒啊，应该不是真心去伤害谁哦、啊。